腰眼穴主要功效强腰健肾。穴位定位，腰眼穴位于腰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3.5寸凹陷中，主治疾病坐骨神经痛、腰腿痛、腰底疼痛、下肢痿痹。掌握以下4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手掌大于际着力，揉按腰眼穴2至3分钟，每天坚持按摩，可治疗坐骨神经痛、腰腿痛等病症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，灸至腰眼穴10至15分钟，一天一次，可治疗腹痛、消渴、子宫内膜炎等病症。三、拔罐方法，准备气罐、拔罐器、毛巾，用毛巾将穴位清洁干净，用拔罐器把气罐拔在腰眼穴上10分钟，一天一次，有强健腰肌的功效，可治疗腰痛、腰肌劳损等病症。四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、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让刮痧板的脚部向刮拭的方向倾斜，用脚刮板由内向外刮拭腰眼穴3分钟，烧出痧即可。一天一次，可治疗腰腿疼痛、下肢痿痹等症状。操作完毕。